七星队啊，从伦敦奥运开始，每一届的亚运、奥运，我们都用骑单车的方式到现场。这位杨队长是这次从广州骑行到杭州的总领队。你们骑了多长时间？15天时间，感觉到整个杭州太漂亮了。嗯，现代化的大都市展现在我们的眼前。嗯，到处都是喜气洋洋。我们这个骑行队有这个特点，就是为亚运、奥运这么产生的，每一届都要骑单车到现场。我们曾经骑过从意大利的罗马一直经过6个国家3000公里到伦敦，就为了看2020年，为了看伦敦奥运。就是您今年多大岁数了？77周岁。您是从哪个地方骑行？从广州骑行到这儿，1800公里，平均年龄是60多一点。